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为您带来的《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祥云。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第九届英式杯半决赛第二局，由中国棋手赵晨宇八段对阵韩国棋手申真谞九段。那么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刘晓光老师。刘老师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给大家来介绍这盘关键的棋局。那么这个英式杯的半决赛，它是三番棋的，这一局它是第二局，第一局呢就是申真谞赢了赵晨宇，虽然这个赢了，但是很遗憾啊，那赵晨宇那盘棋不错，但是这盘棋呢，如果是1-1，那么还有第三局。是第一局呢，刚才刘老师说了，赵晨宇啊稍稍有点可惜，在优势的情况下没有把握住。第二局呢，它是指黑棋，也就是相对来说吧，大家觉得黑棋可能难下一点。但是这个对手啊，申真谞现在在韩国啊是排第一位，这个非常厉害，也是以后大家一个很强有力的一个对手吧。对，中国棋手的头号劲敌。我觉得他会活跃很长一段时间。那么赵晨宇呢，是我们的后起之秀，他在我们的排位啊虽然很靠后，但是呢在30多位左右，但是呢他是非常有潜质的一个棋手。所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盘棋局。好吧，好，我们先一起来看棋。赵晨宇，那么黑棋他是小目，走了两个小目，是他走两个小目，申真谞这个，然后呢他守那个角。对，好像是一个比较复古的下法呀，这个下法反正这个布局现在都贴7目半了，以前贴5目的时候下这个棋局，日本都是下这种布局，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都已经过时了，但是他有所研究还是怎么着，他就还是执着下这样的布局。这个是尖冲，这个呢是吴清源老师的喜欢下的。对，这是申真谞，他来了一个这个尖冲。就这个布局好像有点意想不到啊，刘老师。布局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无法替代，都大家都各显神通，有的都这个 AI 给的指示很多啊。现在我也搞不懂了，现在很多很多的布局啊想法真的是得需要深刻研究了。不是说很多东西，反正我有的很多东西需要再重新学习了。像这个尖冲，你不管爬哪边，我觉得都有可能脱先，所以呢他也都不走，他就没有硬，他走了这个啊，然后飞压。对，这个飞压我觉得是一个是现在最近都是喜欢下的飞压，我觉得都大家认同度很高，都觉得应该飞压。飞压你不管跳还是爬，还有最近走这个，它实战是长的，直接是刘老师，这个是有点没想到。如果说是不懂定式的棋友这么下，我估计大家会觉得他把定式下错了。定式能跳的时候要选择跳。对。但是怎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想抢先手。比如你走这个，实战就是走这个，他就脱先了。多爬着脱先了，实际上这个时候脱先，他就是想，赶快走别的。像这个时候黑棋也有可能，脱先。你要说是爬连爬4个，他也可以，他也可以脱先。不管是挂或者点3-3，这都也是一种选择。像这个呢，都布局各式各样的，都没有说一定哪个好，没有绝对，没有绝对。布局是最没有绝对的，是不像死活，点个俩眼儿必须活俩眼儿是吧？但布局因为它宽阔，最开始，它都根据自己的喜好或者能力再来布这个局。对，既然它是长的啊，长完之后，这时候白棋的思路就是从上边白棋也来飞压，也可以，这个也可以，是吧？他走爬爬爬，各自都飞压一下。对，他是也来一下这个。对，当然这个飞也有啊，但是也来一下。对，在这儿没有想到，刘老师以为说那是不是再爬一下？那就还原了。再爬一下，不见得。这个时候白棋是不是长都打问号？有可能。也可能他走别的。不走了。可是他实战他没有。如果这样，那等于是还原了。是的。各走一个这个。是的。走模仿棋了。现在模仿棋下的少，都不下模仿棋。他实战呢是这样的，他走成这样的时候，他走别的了，换了。他在这儿的时候，黑的是脱先了。中央走一个。对，他走的是这个。是。走在这里。
看样子是像一个，是一个方向啊。哎，这个棋你要是 AI 说的话，它有可能给你放到这儿，这都它的定式。瞄着这个大，哎，还有这个，但是这个应该是也是个好位置啊。那个老放着不走也不是事儿啊，是，他就贴下去了是吧？是，贴下去了。先拐了一个，啊，拐了一个，拐啊，他拐下来是先手，嗯，这个就黑棋就认了，就当做一个是你的先手给了，嗯嗯，这是他的先手。那么现在这个拐了先手之后，他是贴下，对，嗯，对，往上贴，对。白的没有长，对，他觉得这个地方不大。这个过去的定式我们都是长，嗯，过去我们那个年代都是长，嗯，没有别的。现在他都不弄这个了，哎，他不长。AI 给的方向是这个，这个哦，飞一个，哎，对，你想不到吧？是的，这个好像很飘逸的样子，很奇怪，很奇怪啊。嗯，这 AI 的认为这个，哎，你要跳的话，它再拆。哦。哎，你要走这面，它可能是要搬，有可能是这样。比长起来是好吗？但是它 AI 是认为这个好。嗯。哎，它实战的就是这个。对，深圳区。深圳区。嗯，那就直接拆二。直接拆二呢，那就连扳是一个，扳了是一个正常的下法。对，他实战是扳了连扳了。对对对，哦，是连扳，扳了连扳。我的第一感也是觉得好像是应该下这个。哦，哎，扳了连扳，他长这个。长一个，嗯，是的。过去的理论都是扳了连扳，被扳了连扳不太好。嗯，但是说白的不太好，白的不太好，哦，有点难受。哎，但是他这儿他这个位置也不错，他觉得可以。嗯嗯，应该是现在还是一个两分难解难分，也可能。嗯，现在黑棋的选择了，黑的是在这里选这个啊。嗯，这个棋当然啊，这个也是下一步有过。嗯，然后不走呢？就通常是这个，好像啊，我也不觉得粘上，他直接就。他这个算是求安定吗？对，赵晨宇这个棋，你看下的龟步有点像过去的这个日本式的这种，哎，那个跟老丁式的，怎么都有点复古的感觉啊？他怎么选的这样？都是两个小木，然后都是边边角角站得很快啊。我不知道他的别的风格啊，但是这盘棋好像就是这样。这个呢下法少，您觉得速度不够快？速度对，哦，反正是我是下这个下不来。然后这样子，啊，白棋，嗯，白的把这个跳回去了。哎，相势也很大，这个不管怎么说被拐下来的话，因为这个地方多了一颗了，是拐下来，这里有飞，哎，这个有可能被进攻的。可能，嗯，哎，这个拐也当然也是一个大棋啊，象四是也不小，对，跳也不小，对，象是也不小，黑棋粘一个，因为这个搬了这个粘上是后续的手段，应该是那是欠一手，对，你要是比如说欠一手挂，应该不失也是一种下法，嗯嗯，也可以考虑的一种战略，干脆我就挂角。也在抢也可以，嗯，他实战是粘的，对，嗯，白棋呢拆一个，嗯，拆一个啊，直接象四不小吧，因为这个下一步有个拆二，嗯，是吧？就不走，黑的拆过来也挺大的，对对对对，也可以也可以，好像是可以，然后他挂，挂角，嗯，这是到。换作这个以前的定式了，以前我们都是这么，这像是，三十年前这个下的这种，这种棋谱放到三十年前是最正常的，是的，这个最正常，差不多，嗯，也不点三三，也不那个，这个过去的边边角角，过去尤其日本那个定式啊，这种下的很多，嗯，好，这个普通。普通，啊，嗯，不太像现在这种就是动不动点脚的变化。对，嗯，这个尖是以前不怎么下的。对，单走。哎，单走多，嗯，单走多，或者还有狠一点是这个，哦，这过去以前定式啊。是。现在 AI 都是要尖了跳。尖了以后往，啊，对，尖了跳是最多的。嗯嗯，觉得这样便宜。
这个也是比较普通吧，这个也可以，这个钗感觉总是要中间走一个似的啊。对，嗯，拆完了以后呢，它就拐了，拐这里。你要狠一点也有这个，啊，还有先走这个，哎，这是比较先试应手可能最多最佳，或者说可能是比较符合人现在的这种思维。是，哎，直接走这个比较好。那个先放一放也可能，他走这个。对。哎，申真绪他可能是也掌控这个全局的平衡。嗯。哎，是韩国第一高手，所以呢，他应该是说。他的下法应该大家就说，应该认同他的，因为现在这个韩国第一人呢，现在很厉害。对，刘老师不是给申真绪有一个外号吗？什么外号？叫"深功智能"。哦，深功智能。就是觉得他的棋呢，其实是无限接近这个 AI 的现在的这种选点，大家都觉得很可怕。然后觉得不可思议，所以给他起这样外号“深工智能”。深工智能就是可以说是等于是一个人工智能的感觉啊。啊，对。深工智能，他我听说非常用功。嗯。几乎就是说，都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兴趣都在这个棋盘上。是。大家都，这个这是公认的啊。嗯。嗯，就是别的。一天有十多个小时。啊，就是而且酷，就是对用功啊，是酷爱的。这种没有别的爱好，他的爱好就是专门心思研究棋，哎，这就是这个特点，不也不会有点什么什么别的特别的爱好啊，很少有。嗯，哎，所以这个申真绪啊，真的是以后是一个强劲的对手。对，刚才刘老师说了，是我们中国棋手的头号劲敌，以后要注意。哎，这个他是拐了一个啊，说这个拐了之后呢，当然是一个抢这个头，他我们狠一点这种或者这种。哎，他是直接拐，可能掌控着全局，他认为全局就可以了啊，也比较均衡。均衡啊，这个白棋尖一个是吧？黑尖了一下，这个是他的先手给他，对，是吧？然后他逼这个，这个呢，要是我自己啊，我都有很有可能点点，对这种棋形是很想点的。哎，我是很想走这个，很想点，点了之后把他脚试他的应手，白的会怎么应呢？哎呦，我也不知道，立下来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是，如果你要这样，那我为什么不去先走？对，这个便宜很多。哎，这你要你只有这个选择，你这个好像也有点太难看。哦。这个里面不，这里面味道都受不了。对。是吧？这个要被便宜。这个可能，可能性最大，有可能是这样。那就活在他这儿了。哎，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就这样或者。这样怎么着？反正是这个很，就是活了很有可能。对呀，觉得也很大呀，这个脚。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想这么下，想这么下。但是你要这个可能，他冲了断，这个就复杂了啊。反正我第一感是这样，然后看实战。他是逼住了。逼住，对。然后呢，白棋这个。然后对这手。这个时候恰到好处，好时机，好时机，这个时候试着你的应手，你走什么，这考验你一下。对，哎，这个地方好像过去有这样的下法，但是是不是刘老师现在黑棋的应对是产生了一些变革的？啊，就是跟过去应的是不一样。不一样，那么过去是怎么应啊？是不是尖啊？尖啊！假如你尖啊，他是跳还是长？我看啊，您跳，我就盖住吧。盖的大概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有。这样是很有可能性。过去是不是都这样下呀？这样。这样感觉反正，黑的也不太好，外面也不厚。这样他给你掏进去，你来吃我，怎么如何吃我？这个考验你。是。这个，反正不好硬。如果你被他成功掏出来的话，你这个效率有问题。这是一个下法。是。虽然这个时候是你硬手啊。是恰到好处，哎，比较好的。这对付这个应手啊，下法很多。比如说刚才你这说这是一种，还有这一种，还有这一种，等等啊，这都是就根据你的这种是考验水平了。这个地方特别需要你的动脑筋，对，判断，判断，还有这，现在黑棋走什么？他实战呢是靠，靠一个好，靠一个呢。后续手段都是搬，对。如果你挡，我一打，对。
就如果是特别无谋的这个黑棋只是这样子印啊，那这个是，那我高兴，这是白棋最希望走成这样。是的，哎，这样都把你，那你就亏了，这黑棋亏很多啊。这个是断然不能接受。对，所以你也得想办法。嗯，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他这也是一个定式的一说啊，然后呢这个时候点三三，对，点三三，如果你像刚才一样的立下来，他希望这样，然后我再打，那这个再一打吃，哎，这个他是希望这样，这样我还得渡，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白黑棋希望的，对，这是黑棋最希望走成这样，这样呢就是白棋无谋了，等于是这两个交换了，对对对对，是，这个是白棋是不行的，是的，黑棋希望走成这样，那你就被他这个什么都得到了，黑棋是吧？哎，所以他不能立，哎，对对，你被他就中了他的圈套了，嗯，所以这个时候点也考验你了，这个考验一下，这是这样，对对对对对，这考验你啊，你也就几个选择，关键也不能搬，现在正好被一挖，哎，对，你如果搬、这个、他就等于凑你的、如果搬他挖你一个恰到好处，对，他刚才这两招就做了准备了，哎，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这样，就在这个时候一靠一点是叫做什么呢，处理这个的是一个招，不是一个有力的应对的手段。嗯，哎，如果是个专业手棋手，他这方面呢，一看他这几招架势一出来，就知道你有研究，哎，你有东西，这一看哟，可以，对，这是有招的，专业的训练过，对啊，或者在这儿有过研究，嗯，这一靠一点，这是有个套路的，嗯、哎，所以这个套路。那么他们俩看他们申真旭，这个看他怎么应，大高手。对，但白棋刚才我们说了，立也不好，这个渡也不行，他就挡了。他挡了，好，那我再搬一下。哎，他也选择忍耐。忍耐，他认为这样是他的最佳应对。嗯，应该是这样。哎，这个申真旭给出的答案是这样。哎，最后呢，这个应对完了之后，那么在这个地方怎么走？黑棋就选择了退，对，退一个，他认为这个是最佳，如果你这个，他会这个，那我只能虎下吧，这个，这样，下面打一下，哦，这个是你的，跳一下，跳出，这个地方有断，哎，他认为这个形状并不好，哎，所以呢，他是走的这个。长，这个比较朴实了，长一个，对，这个长这个他就给粘上，粘上，你这个是只有爬，你跳的话这一冲那你不行，是吧？薄了，你只有爬，只有爬，然后他就长给活了，给活就实战就这么下的，是的，再爬干脆给活就搬，就都给你了，都给你了。对，再爬，对对，还是给你了。这一般是死棋，所以呢，你得补活之前先把这个段都给你留点。这不能，这般是死棋。是。哎，你如果硬来，比如说这样硬来，折腾半天，这是留这个死棋，你是不敢的，这个不能随便动的。所以你呢，最佳的办法，这申真旭也是这么走，他说我补活，老老实补活，那么我也补一个，大家这样的定型呢，就算认可为。两分了，大家都妥协成这样，这个结果最后怎么样？这个判断一下，我活了，给你活了一块，我外势呢也都走，顺势都走成铁后了，对，看似把我的空破了，实际上现在啊，黑棋不差，反而更好。就是看上去我失去了实地。哎，对对对，但是我的这个黑棋啊，我走后了。这个地方呢，你也有薄的地方。总的来说，这个时候是他布局以来啊，现在可能是最好的时候。黑棋的形势啊。黑棋形势。嗯。就可能比之前呢，没几波，这个得分反而更高。AI 给的结论。是，也就是白棋这儿不太便宜啊。不是，这个变化都很难说，反正就是这么个选择的。也许我觉得这拐之前先走，也许，
我这个东西这个都很难说，但是 AI 的给的都分数接近，接近都很难说。是的，你有时候给你高分，你都用不了，没啥用。对，现在就是说，至少说黑棋不坏，不坏呢，就关键再往下面走。对，问题是在哪儿呢？在这个靠啊，是一个眼见的一步棋。嗯，眼见一步，在这个节骨眼上啊，你靠了这个时候啊。黑棋因为在这儿都走后了，全走后了。嗯，黑棋有非常有力的反击手段。哦，靠的时候，嗯，这个时候啊，你需要什么呢？嗯，就是走实地顶。哦，最佳只好挡上。哎，再搬，对，就彻底的把你的空啊拿掉。我搬。对。这个怎么硬呢？对，你怎么硬呢？对，是搬硬。哎，你主要这个硬啊。嗯。我在这个地方，这个就可以。长。嗯，那这个棋啊，如果你长。哇，您是不是要打出来啊？还是怎么？我好像。贴死我是吧？就算这样。你也是那个什么，就已经没有那个什么了。我得补这个。哎，我那爬一个把那个就给吃了嘛。嗯，是的。嗯。哦。这样就可以了。是。就可以了。是。哎，这是应该说，黑棋就很满意。那我这个连扳有点过分，可能。嗯。我是不是粘住啊，刘老师？走哪？粘上。粘上这个。好，粘上这个，粘上这个呢，我的黑棋下法就。有点多了，您走，我单长也是可以的。是我如果连扳，您要从这儿打出来。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这单长一个这个棋啊，就是黑棋来说，它的下法就很多。嗯，哎，白的是有点不太好走。对，它就长一个棋就已经是就便宜了。嗯，就应该往前。利用这个地方后破空啊，对，从这儿来挖掘掉他的墓。对，嗯，对，这比他实战好挺多的。比实战好啊，哎，那么实战我们看实战。他的实战是还是很普通的去搬了。赵晨宇比较稳当啊，他这个棋下的，就是怎么那么边边角角很驻守的很厉害，他一退，你看他是什么？就直接就这给他便宜了，对，一点不觉得难受。嗯，这个实际上亏了，而且实际上是应该这个时候都应该拖。哦，想这个时候都应该拖，更何况刚才那个顶了扳。嗯，这要拖还是成立，也能成立。我不能扳，扳我就断。对，不好下。即使如果这样的话，也应该这么下。嗯，这样的话就是说。黑棋还是可战，嗯，更积极，也可战。嗯，那个，你扳我就断，对，你要断这个的话，我看我如果打这个顶也是可以的。就跟刚才还原了。对，这个我不知道成立没有，打了顶也是，就是说也能成立，就这样也成立，也是可以。嗯，就是说，这个地方都厚了时候，一定要下最强。就是应该这么样，这是 AI 给的参考图，这样被他走了这个被便宜很多，这一下子形势就不一样了，这个就这一下这个便宜是个关键地方，这么厚的时候是个绝佳的应该反击的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一这样退让，然后白棋呢它是走了个这个搬粘，这个特别的大，特别大啊，搬粘，它是搬粘的，对，嗯。搬粘是一步大棋哈，嗯，然后这个时候呢，黑棋，这个力啊，可能是，也有一种下法啊，比如说这样，也是不小，靠，靠，您就是想渡回去，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样呢，这个可能比较稳当，你打吃就底下算了，就渡回去，渡回去，这样。把这个安全比较稳当，这个给你吃了，这样的话应该说黑棋啊，你吃那个我再走走中央五围中央，这样黑棋的就是下法可能比实战要好，
或者说这个形式黑棋还没坏啊，没有坏，是一个可能还有喜欢下黑棋的，这样就觉得黑棋的潜力很大。你先把这个稳当稳住，是，然后再说别的。嗯，这是挺大的一步棋。嗯。那么现在这个时候，哎，黑棋看看他走什么啊？黑棋是他是立了，立这个了，对，他把这个立下来。哎，那么就是看看这个时候白棋，这个你既然立了这个，那白棋该走什么呢？对，刚才刘老师给大家介绍了嘛，就是那个地方要补回去是比较稳妥的下法，但是他没有走，接下来白棋会怎么样下呢？我们大家思考一下，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好的，欢迎大家回来。那么刚才呢，不知道大家思考了没有啊？在这个地方，白棋该怎么样在局部进行反击？我们一起来看。好的，刚才啊，这个棋最后一步棋是立。这个当然很大，这个黑棋抢的这个，把那个角给拿掉，而且还有一些味道。当然目数没非常大，但是呢，其实那个虽然大，但是这边刚才我说应该靠一个度过，也是一个可选择的，而且这很急。那么现在白棋，你既然抢了那个，这个就留给白棋了。白棋必然这个尖特别大，分段黑角，分段，然后威胁角上。关键分段之后，这个要受攻。受攻呢，必然白棋一攻你呢，有很多利益在里面，然后这脚上还弄得你，不干净。对。你还有头疼的地方，要被搜刮。对。那么你看，所以呢，我说要抢这个以后，你挡那个再收中央的空啊，那个黑棋是一个好的选择。现在呢，被他一尖，那就黑棋只能是两头必须要兼顾了，看怎么办。他实战呢，他是挤了一个。他是先走在上面，刘老师，他是先走、这个。不，他走了这个，这个不好，这应该走这个。啊、这个飞行。你贴了我就粘上这样的，形状，以后还有尖的啥之类的，这样形状好点，顺势补。如果你搬的话或者怎么样，我就冲完退，这样的话是个先手。这个位置好像差一点，他走这个，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啊。是的，他立了。立。立了之后。他在走的这个，这个就比较那个什么了，有点不舒服。你这个挤又怕什么呢？他如果单走啊，他还有点什么担心呢？这个地方啊，有点没彻底的那个什么。他说的比较那个什么啊，这个是有个打劫，对不对？对，打劫是可以做劫。打劫这个有。然后他现在还可以有别的，比如说这种，对，扳是活的吗？对啊，这个棋他都走这个，走这个，那我走这个呢，对不对？你也有里面所不干净，很讨厌的，至少啊，不舒服，这不舒服啊！你要挡这个，说我以后还有这一类的乱走挖了打劫，这个就脚上有点不干净。他可以现在不动手，但是你里面留着东西，有味道，不定什么时候他给你动手的时候劫财有裂，所以呢，他还在卖这个。这个难受。真的是，其实他就干脆还再冲一个，这样看清楚，这样就做啊，这样是铁活了。这个就铁活了，这就完事儿了。你团这个我就去活掉算了。是这样呢，就看清楚。然后我这儿马上还有这个刺的先手啊，是全力。他就干脆就让走清楚比较好。他卖了一个这个，挤了。那么白棋粘上，然后再挡上。是虽然脚上还有点味道，但是基本没有事儿啊。那么走成这样，这个白棋落先手之后呢，白棋这是走什么了？他是震了一个吧？他是在这里加。哦，这个大。在这儿其实是留下伏笔的。扳粘的后续手段，这个是当然要拼命立下去。这不能给度。对。对。然后白的下一手棋就很犀利了，这里。对，他走这个。这是他的后续手段，加完走这个。他的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冲出来，对，他会断这个。哎呀，你这一断我，因为这儿有吃，对，我得补呀。补一个，对，大概是这样。那我这三子可能就不先不要了。对，就要不了了。先不要。
那黑棋就是说干脆就那三个子先不用考虑了，只是以后你便宜两个就算了啊，有这不是有先手，这儿有先手，那我想办法在这儿捣鼓捣鼓哦，是不是有可能拼进来？这个有这个想法，凶的，对，挺凶的，能不能出点棋啊？啊，因为这儿毕竟出来有一个那儿有点小借用啊，能不能出点棋？不知道。不知道。这个棋呢，黑棋可能这么下，机会不会有？哎，对，这么下呢是会白棋会头疼啊。干脆拼了，那三个不要了。是的。他呢又忍让了，我发现这个赵振宇这个脾气挺好，他脾气很好，对，他走这个，他就小这个尖回去，这个尖回来是脾气相当好的，真的是很难受啊，难受，这个被挡，被他挡了，挡了之后啊，挡了之后他后面呢，他可能还讨厌这个，讨厌这个，这个确实有点东西啊，是不是有讨厌这个？这一般。他有点讨厌这个，他害怕，不好弄，害怕，他觉得这个可能，他心里不踏实。是啊，心里不踏实，等于还没是不是有点问题？还没吃干净。他觉得这里味道不太好，我会不会有点问题？他来了一个什么呢？你想不到。这招确实是太隐忍了，他又补了一个。他走这个。那这样走先手走过来，白棋便宜太多了。这个黑棋脾气太好，这个不行，这个我是不能容忍。我觉得不能这么下，这个棋啊，要拼着命的也要走这个啊，拼了命了。现在形势不好，这样你再忍一下，就形势就就没机会了啊。走这个你走什么？我好像不敢吃您吧。吃我最放最喜欢。最喜欢。这打了之后，这给你作战，我不。对，我这个好像不行，我来不及走那些。哎，对，这个我就高兴了。对，这个好像。一打这个不敢，这个不敢。那我只能搬外面了。搬外面，哎，那我退一个。您就把这个收了。哎，对，然后你再下来，我就要准备吃你。对，因为有气了，黑的。我要吃你。哎，这样的话，你还敢下来，我就，可能，你让你损进来。我就要动手吃你。比如说，你再来一个那个。我再顶。对，我粘上。我搬。我有可能就直接进角了。哦，加。哎，我这儿多出这个了。哎，多出这个，我粘是先，粘是归你冲，哎，我就挡断掉，哎，好像是气不够的样子，哎，这个是我就要杀你了，啊，这个就不客气了，这不客气了，就挡，这个应该我不怕你的气，气上不怕，是，这个黑棋还是严的挺多的，黑棋应该这么下，应该这么下，应该把这个便宜占完之后，而且这里面还有点味道。对啊，这玩意儿这简单，这就对这个地方有断的味道，这有各种的味道有点啊。好，我们看实战。哎呀，他这个小尖回去，其实是下了两步小尖啊。他这两个小尖跟这两个手交换，一个里一个外，损失很大。这两个这个脾气太好，哎，这个这样的棋啊。就我觉得这两个隐忍之后，这个棋就不好办了。是的，这个形势已经不对了。现在该白棋下，白棋落先手再握，他在这儿一震，这个棋就已经不舒服了。不对了。实战就是这么下的，而且这个棋没有活，你不能再给我，比如动手这样或者这样，这个棋这脚上。也有点搞不清楚，不是也会有便宜？对，有加的余味，各种便宜，但是他都放着不动，你这个不能这样下。哎呀，他实战是走什么？他走的这个，他走这棋好像本形也是这儿啊，眼位好一点啊，刘老。对啊，这个眼形好，他是在这儿，这儿他想要搬吧哈。对，他可能想，如果你出来，我再顺着跑。哎，也可能是这样，实战。陈真旭这个，他走了个这个。是的。这个也是个小方法，这个申真旭的，很多可能第一感是这个之类，第一感是这样，先瞄他一下，哎，对，先看看你的怎么
怎么个进行法？反正不是煎这个就得煎这个。哎，对对，两个煎，然后呢，你不管走这个哈，我再贴一下。嗯。这样一步步往前，这个是不是比较正常？这儿又煎完之后，这是有点薄。这样是一个比较感觉是比较正的一个棋形。它不，它是这样。直接小飞，对，直接小飞当然也是好位置吧，就是说中间这个地方，这里面味道很恶，他可能觉得你要是走这个呢，我就再动手还怎么着？啊，实战我们看。是的，黑子是把这个扳住了。这有可能啊，就效率不高。他这两个，你这儿连走两个，它都是活棋，没啥用。对的。这白棋就好下了，白的就比较轻松的往前跳啊，他就往里面，这是效率非常高的。这步棋感觉太大了，太大了。是，他是往前走，然后这个段你不能忽略，他还得走，还得走，忍一个，因为这个段受不了啊。然后这个白棋再往回，这个对是吧？跳了一个，挺大，挺大的。这个很大，这个好位置啊，我觉得很想搬掉。搬我反击不了吧，刘啊，我能点你吗？这个可以，这个怎么走？不知道。转换。不知道这个，不知道这个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就是您觉得如果能走到，那就便宜了。那便宜。就白白便宜。对对对对对，是这样。那早年走估计能走到吧？早年。就是我没这个的，早到哪儿？也不行。啊。不好走。这个不管怎么说，现在被他跳上就已经心情大贺，心情不好了。这个棋总觉得就有点看不到希望的感觉。你这样被他什么位置都好位置给他了，这个棋总一直自己想走的，尤其是这个地方，有点憋屈啊，也被他连着这两个时候有点憋屈。现在应该是白棋优势了。现在白你的。不断的隐忍，被他得手，就有点儿，被他不好办，你得想想办法了。对，他实战看走什么了？他补了，小尖。小尖。白棋打吃了。打吃了，先手是吧？他就护一个。这都是白棋比较舒服的了。这都先手，贴。如果不贴。不贴我一次。对。啊。这个也难受是吧？薄啊。他走这个。被他一顶啊，上，这被他便宜了，对，他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对啊，他这个地方算做起来了，眼位啊是活的。是不是最大的就是？啊，他还抢这个，脚上了，抢了这个，他抢这个也够狠的，反正是，这个也狠，再抢再捞一把啊，这当然是飞一个非常大，他把这个又捞了。这个白棋现在的啦，就是说，总的来说，它捞得够可以的。黑棋本来这么一个大的柿子啊，本来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实际上现在把它抑制住，就这一点儿，有点可惜。断。这个断一个，断一个呢，现在呀。实际上是想寻求战机，对不对？这就属于是刚才刘老说得想点办法。正常啊，正常是应该在这儿立一个啊，先如果对这个棋局啊比较有自信，目有信自信，应该抢这个。这个其实吧，我得赢。那我合适啊，先抢啊。啊。然后不走的话，我比如说这样。那我确实这地方可能就没什么。黑棋应该先立，先立。你挡住之后，我再给你想办法。比如说再抢大的，往大的抢。是。应该走这样正常收官。是。啊，他实战去走这个呢，可能对形势啊不是很乐观。想寻求点中间寻找战机，一般是这样。自己不乐观的时候，一定要把局面走得乱，搞得乱乱的。在自己形势不错的时候，尽量稳当。对，这都是常规手段啊，常规的想法。对，现在他呢，这一段呢，白棋这处理这种办法，
对他来说不陌生，他先来这个，哎，先来试试你这个走什么，哎，你几个选择你走一下。这黑的有点难受。对，你这个几个选择，反正你走什么？我粘住。粘住，我这家就已经死掉。啊，这个断就没。这个就已经跑不出去了。是的。哎，这个不能再跑了，就这个起作用了，一搬死了。哎，然后你还有别的不合适啊？关键我如果粘这边。啊，粘这边，粘这面呢？这个棋啊，他下完这就尝尝你就已经很难过了。对，关键这个子好像也不怎么有威力。哎哎、不见得合适。这个粘这面呢，你看他这个下法也就不一样。他最后没有这么选，嗯，他是走的这个。他是虎的。虎的。但是呢，这个一打。打一个。就跳死了。哎，对，不能跑了，你只能是，有这两个便宜，啊，是吧？对。那这么定型完了，定型完之后呢？虽然这个算是损了一点，但是逼迫你去加了一下，嗯，稍损一点。现在黑棋往哪儿选？其实黑棋的先交换两个，搬一个啊，搬一个，对。当然这儿是搬不进来的，但是它便宜一下。走这个啊，白的。这是先手，哎，这是先手，这个呢便宜嘛？先手，其实你单挡以后，这个交换有意思吗？他就怕后手吧，刘老师，您单挡我就不硬了。对，现在呢，在这个地方再搬不能轻易被你便宜到啊。他就这个定型倒是，这个是绝对先手，你要不走的话，走什么？哎，我这个一冲。哎，对，就完了。对，你怎么办？不冲合适吗？加地打进去。哦，打吃顶我吃哦，但是也不知道行不行啊？你这可以可以哈，你这个直接冲就可以了。啊，直接冲这一搬就完了，这死了。踢掉这一家也死了，这也不行。嗯，这个棋呢，他走什么？他得硬。嗯，这个棋交换完了之后，飞一个，飞这个，这个很大，因为这个棋啊，你要不压的白棋就这么就俗着，这个就很大。是。他走这个。嗯。然后白棋，白的就在搬这个。没有，他还没有走这儿。白棋啊，白棋就把这个中间走掉。是。是吧？这个很大，这个也很大。嗯，哎，这个棋要是中间的话，被它连上也不舒服。对，这好像没什么东西啊，它在这儿点。点一个。嗯，就到。它连上。对。那就这么来了。然后它打吃一个，这个是长，这个还跑不出来，这有个叫吃啊。对，它有长这个。长这个，嗯。哎呀，这个棋。没有什么东西，好像是吗？嗯，他就粘上了。这儿冲下一个，冲一个。嗯，他暂时没冲，但是黑的来不及，黑的得提。嗯，黑的提是吧？然后白的冲一下。白的冲一下，嗯，是吧？这是冲是你的先手，这个给你。嗯。然后白棋把这个给走，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是。对，这个也有可能啊。这个我会不会不应你啊？再断，怎么穿？啊。穿了的这个，我先闭着眼把这个跑了。嗯，对，这个他觉得有风险，他就把这个拐住。嗯，这个棋走成这样，下面呢有一个悬念，就是这个冲断怎么样？嗯，冲断试试啊。好，冲。冲，对，挡是必然。断。断，如果你粘的，我当然黑棋合适了，但是他走这个。哎呀。这个棋啊，如果单打，那我提吧。对，提掉，叫吃，怎么样？给你拼命了。怎么应的呢？拼命。这个时候，如果这样下，嗯，白棋怎么办？白棋啊，我想他首先给你打劫，打这个。这个应该我没法拼吧？我就提。提劫，对，他可能比如说找一个劫，不找这个劫，这不损啊。对，亏。再提，嗯，那我总得粘上了，这个帮不住吧？劫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吧？就是这儿有点劫，但是其他的……对，这个粘上不过，嗯，粘上。好，这个时候白棋有个几个下法，他就算简单的话，如果简单这样粘上的话，这里有个下。粘上我苟住你的气，我咽不出气，我冲能冲到吗，刘老？目前可能你如果这样你就冲不着了，哦，这个就死了，死了就贴死了，怪我不给我延期、啊。不，你搬我吃这个就我脚上活了，嗯、那中间大你这个你是亏的，嗯，
但是你只能是先冲掉。那我只能是在没沾这个的时候。先冲掉那个，但是呢，这个棋啊，他也没，赵晨玉也没走。他应该是不敢、啊。不敢打这个劫，你应该先冲掉的话，之后啊，打这个劫。如果再沾上。沾上的话，假如啊，这个地方啊，味道极其的有问题，不好。哦，跟这个气有关、啊。有关系。断这儿有断。有关系。或者说，你如果沾这个，他什么往这儿断一个之类的，都是很讨厌，很讨厌。哦，这个棋呢，有点儿，就是赵春雨最后的评估一下，没敢下。没敢。要是我就跟，如果形势不好，就这么拼一下算了。但是呢，他没有走，他走什么了？他是长了。他是收官了。就被对方进来了，就是这样。他是收官了，对，他是这么下的，收官长，被白棋粘，然后这里来一下，对，他就滚包两下，滚包再来一下，这样下的，这打一个白棋粘上，然后再粘这个，对，粘这个，然后白棋再冲一下，然后再腿住，是，但是呢，这个棋啊，白棋落得先手之后啊，在这里一跳。基本上没得变，然后呢，在这里一搬，这个棋就已经是官子了，就没有什么可争执的地方，很少了。这样的话，就是说正常收官，就是说白棋要赢了，因为这个天目啊，很困难，只是这一点小目，最后白棋的判断还是就是这个棋不行，就是黑棋可能完。实战。对，因为现在的变数好像已经基本上都差不多了。都就是说。走的差不多。就干数目就行了。他这个棋，黑的实战是没有拐。他应该拐，不是正常是拐。对啊，正常想。对对对，这个。对。他是拖了。拖是很大，到现在才拖。我说这个就应该拖，他到现在才拖。对，这个有点慢呐，有点慢，非常大的棋。对。然后白棋呢，他是。冲。哦，这个够狠，够狠，够狠。这个时候你再拐，他本来觉得这个是一样的啊，但是有一招这个，来了一个狠招啊。这个棋呢，但实际上拐应该是算成人家的，算成人家白棋形势也不差，但是他来一个狠招，他来一个这个，对。这个呢就是什么意思呢？你打吃我就要这样来，对，把你都留下来了，这个比较狠。这个就是把官子也不给你了，实战就这么下的吧？是的，实战他走，我看他这个黑的一下子在这儿没有应手了，他断了一个，他也来吃，对吧？对，那这个，对他先吃一下，吃一个有可能损目啊，哦，单走吧？哦，您是想我走到这儿？对，我在长嘛。对，这以后可以吃这里哈。对呀。可以有点小便宜，有点小便宜，可能有点不同。他实战走这个，他走这个，然后他掉这里，然后他也就算了，他这个把这个吃掉，是吧？对，成为一个转换，但是转换呢，这个棋也是，虽然黑棋这个吃，但是白棋还是便宜了。这个时候形势白棋就稍好，稍好，稍好。白棋走什么？现在是轮白，轮白，白棋是围了，对，围了中间，围中央了。这个倒是真大，是吧？这个不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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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粘上。他把这个跳一跳。对。贴一个，尝一尝，这个就是变成了一个这样，这个他的先手是吧？对，这个先手，这样，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收官，那个地方是个小插曲，虽然说，是也跟胜负差的不多，但是现在实际上走到现在这个程度啊，我们转过来转过去，实际上的差距也很小，我们再继续看，台历。这是他的，对，然后加靠进去，靠进来，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好棋，如果搬的话，被他立一个，立一个好像就死掉了，打吃他能立这个，对这个地方，所以呢，他是搬的这个，期待你吃我再往里走，做劫，给你
拼这个了。是，这个是可能还没断过啊，断过了哈，没有断过，是这个没有，直接他就干脆就这样立了。对，哎，然后他搬这个，是他搬过这个地方，是搬过渡回去，因为他这儿有个尖，你不能断，是吧？嗯，他实战呢，他就吃了这个，吃这个，这个很大，嗯，这个吃，他吃，他就提，收官，然后呢，白棋点一个，是个很大的棋哦，嗯，这个点非常大。哎呀，把这个收了。对，收了。然后这个黑棋把这个粘上，是吧？对，他粘。他搬粘这个先手。全力。对，这样的话，这个是算成这样。嗯。那就收当官了，这就没有什么大棋了。对。这个地方也没走。这个一尖。尖，哦。这样。对，这样扳住，嗯，是吧？打吃粘住，这样下，是吧？再刺一下。刺一个，他就走住。对。嗯。基本就没有什么，基本上就是都是小官子了，小官子了，嗯，小官子是吧？嗯，小官子走呢，当然是没有什么跟胜负无关了，但是走成这样，最后的结果就是再守守，这个时候白棋啊一直保持到胜利的最终，嗯，最后呢白棋就其实赢个一点，你看折中了，就是赢了个一点，哎，就是一目棋，嗯。是，就是这个棋，其实刘老师是似乎全程就是申真旭是在优势的情况下一直在比较稳健的，稳健，最后赢向了这个胜利的。是的，哎，他最后把控到最后，而是一点获胜，那个这个功夫也够深的。嗯，哎，赵春雨啊，最后忍耐到最后，这也只输一点。是，这是也是一个哎很精彩的一个高水平的。对阵啊，是感觉赵春雨就是输了这盘棋之后是0-2输掉了这个半决赛嘛。对，但是两盘棋实际上也都有机会，但是没有把握住。嗯，啊，这个是稍稍感觉有点可惜啊。最终就是0-2把申真旭送进了决赛啊。那么，这盘棋总的来说呢，还是一个双方都发挥得非常不错，但是赵春雨似乎刘老师也说了，有些地方啊下得不是特别的好。嗯，那么这盘棋呢，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好，再见。